盘点奥特曼中最奇葩的五件武器，你觉得哪件最搞笑？其中一位居然拿着奥特曼的头在战斗。第一件，奥特水桶。第二件，奥特双节棍。是你。第三件，奥特机枪。奥特之术。我要我先弄半杯小鸟伏特加，剩下半杯就来这么高。今天再次奢侈一把，欧星拉手，飞天大巴，俄罗斯的啊！今天来点哥哥脚。见奥特曼的头。魅力猴棍，你回来了！魅力猴棍。